孝景皇帝十四男，王皇后生孝武皇帝，立姬生临江闵王荣，河间县王德，临江哀王鄂，成姬生鲁贡王瑜，江都邑王妃，胶西于王端，贾夫人生赵敬素王彭祖，中山靖王胜，唐姬生长沙定王发，王夫人生广川惠王悦，胶东康王继，清河哀王成，长山县王顺，河间县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，从民德善书，必为豪写与之。刘其真，加金帛赐以招之，姚氏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，或有先祖旧书，多奉以奏献王者，故得书多。与汉朝等事时，淮南王安亦好书，所招致律多服变，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，周官、尚书、礼、礼记、孟子、老子之属，皆经传说记，昔时子之徒所论，其学举六艺，立毛氏师，左氏春秋博士，修礼乐，被俘儒术，造次必于儒者，山东诸儒多从而游。武帝时，献王来朝，献雅乐，对三雍公及赵策所问三十余事，其对推道术而言，得事之中，文曰指明，历二十六年薨，终未尝立以文，曰，王身端行至，温人，恭俭，笃敬爱下，明知深察，惠于官寡，大行令奏，事法曰聪明睿智曰献，一事曰献王，子贡王不害祀，四年薨，子刚王堪祀，十二年薨，子请王受祀，十七年薨，子孝王庆祀，四十三年薨，子元祀，元取故广陵立王，立王太子及中山怀王故姬连等以为姬，甘露中，冀州刺史场奏元，是下廷尉，代赵连等，元破邪凡七人，令自杀，有司奏请诸元，有赵萧二县，万一千户，后元怒少使刘贵，刘贵于元出，欲告元，元使人杀刘贵母，有司奏元残贼不改，不可君国子民，废物王，处汉中房陵，居数年，坐与妻若骑乘朱轮车，怒若又吃鸡，令自昆，汉中太守请至，病死，历十七年，国除，爵五岁，成帝建始元年，复立元帝上郡库令梁，是为河间惠王，梁丘献王之行，母太后薨，扶丧如礼，哀帝下诏褒扬曰，河间王梁，丧太后三年，为宗室仪表，其一封万户，二十七年薨，子上嗣，王莽时爵，临江哀王鄂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三年薨，无子，国除为郡，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，四岁废为临江王，三岁坐亲庙阮帝为为公，上征荣，荣行，祖于江陵北门，即上车，轴折车废，江陵父老刘替妾言曰，吾王不凡矣，荣至，亦中尉府对部，中尉至都不责训王，王恐，自杀，葬蓝田，宴数万贤土之冢上，百姓怜之，荣最长，王子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南郡，鲁公王于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淮阳王。吴除反破后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鲁，好治宫室，怨幼，苟马，纪年好音，不喜辞，为人口吃难言。二十八年薨，子安王光嗣，出好音乐于马，晚节林，唯恐不足于才。四十年薨，
子孝王庆忌嗣，37年薨，子顷王敬嗣，28薨，子文王缩嗣，18年薨，王子国除。哀帝建平三年，复立顷王子缩弟吴襄侯敏为王，王莽时爵，公王出好至宫室，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，闻中庆琴瑟之声，遂不敢复坏，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。江都义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。吴楚反时，非年十五，有才气，尚书自请姬吴，景帝赐妃将军印，姬吴，吴以破，喜。王江都，治故吴国，以军功赐天子旗。元光中，匈奴大入汉边，非尚书愿击匈奴，上不许，非好气力，至公馆，招四方豪杰，骄奢甚。27年薨，子建嗣，建为太子时，邯郸人梁坟持女欲献之义王，见闻其美，思呼之，因流不出，焚宣言曰：“子乃与其公争妻。”见使人杀焚，焚家尚书，下庭未考，会赦。不至，义王薨未葬，建居福舍，召义王所爱美人闹姬等凡十人与奸。建女帝指臣为盖侯子父，以义王丧来归，建父与奸，建义母帝定国为淮阳侯，义王最小字也，其母姓李之，据之见事，行前使男子涂田上书告建淫乱。不当为后，是下廷尉，廷尉至田受人钱财为尚书，论气势，见罪不治，后数使使至长安迎指臣，鲁公王太后闻之，以指臣书曰：国中口语极急，甚无复至江都，后见使业者即请问共太后，太后气未及，归以无言谓而亡。王前事漫漫，今当自谨，独不闻厌，其事乎？言无为而亡气也。即归，至贡太后语，见大怒，积极视之，见由章台宫，令四女子乘小船，见已足，倒覆其船，四人皆溺，二人死。后由雷波，天大风，见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，船覆，两郎溺，攀船，乍见乍没，见灵官大笑，令皆死。宫人击八子有郭者，辄令裸立击鼓，或至树上，久者30日乃得一，或昆前以千杵冲，不忠诚，辄掠，或纵郎令灭杀之，见官而大笑，或必不食，令饿死，凡杀不孤35人。见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，强令宫人裸而四俱，与低羊及狗交，专为淫虐，自知罪多，国中多欲告言者。见孔朱心内不安，与其后成光共，使月陛下神助祖上，与郎中令等与愿望，汉廷使者即复来复我，我绝不独死。建议颇闻淮南衡山阴谋，恐一日发，未所病，遂作兵器，号王后赴胡英为将军。中大夫极有才力，善骑射，号曰灵武军，坐至黄屋盖，克皇帝玺，助将军都尉金银印，做汉使节20，受千余，俱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，据天下之余地及君臣徒。夷人通越姚王敏后，夷以锦帛其真，姚王敏后亦夷见权，革诸姬西甲翠羽元雄其兽，数通使往来，约有疾相助，及淮南事发，至党羽，颇怜极见，见使人多推金钱绝其欲，
后父谓近臣曰：我为王，诏欲遂至，生又无欢一日，壮士不作死，欲为人所不能为耳。见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，在天子其初，积数岁，事发觉，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，所得兵器，喜受，解反惧，有司请补诸谏。至曰：与列侯立二千旦博士议。议皆曰：见师臣子道，积久，折蒙不忍，遂谋反逆，所行无道，虽节，纣恶不至于此。天诛所不赦，当以谋反法诛。有诏，宗正、廷尉即问见，见自杀。后成光等皆弃世。六年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广陵郡。爵121年，平帝时新都侯王莽秉政，兴灭既绝，立建帝须夷侯子恭为广陵王。奉义王后，莽篡，国爵交西于王端。孝景前三年立，为人贼利，又因伪一进妇人，病数月，有所爱幸少年，以为郎。郎与后宫乱，端秦灭之，即杀其子母，数犯法。汉公卿数请诛端，天子弗忍，而端所为资甚，有司比再请，削其国，去太半。端心运，遂为五子省，府库坏漏，尽府财物以巨万计，终不得收喜，令立无的收租赋。端皆去位，封其宫门，从一门出入，数遍名姓，位不一，知他国，相二千旦至者，奉汉法以治。端折求其罪告之，王罪者诈要杀之，所以设诈纠辩，强足以拒谏，知足以是非，相二千旦从王制，则汉省以法，故交西小国，而所杀伤二千旦甚重。历47年薨，五子，国除，得入于汉，为交西郡。赵敬肃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为广川王。赵王遂反破后，喜王赵，彭祖为人巧佞，卑谄足贡，而心刻深，好法律，使诡辩以中人，多内宠积及子孙。相二千旦欲奉汉法以治，则害于王家，是以每相二千旦治。彭祖衣帛不单一，自行营除设，多设一事以诈动之，得二千旦失言，终忌讳，折书之。二千旦欲治者，则以此破节，不听，乃上书告之，即诬以奸吏事。彭祖历60余年，相二千旦无能满二岁，折以罪去，大者死，小者刑，已故二千旦莫敢治。而赵王擅权，使使极限为假人却会，入多余国租税，以示赵王家多金钱，然所赐姬诸子，亦尽之矣。彭祖不好治公事积祥，好为吏，尚书院都国中盗贼，长夜从走卒行教邯郸中，诸使过客，以彭祖显卑，莫敢留邯郸。久之，太子丹与其女弟及同产子坚，将冲告丹淫乱，又使人追埋公嫖，未坚甚重。武帝遣使者发力足补丹，下为郡诏狱，治罪至死。彭祖上书冤讼丹，愿从国中勇敢击匈奴，赎丹罪，尚不许。久之，竟射出。后彭祖入朝，因弟子平阳龙绿公主求复立丹为太子，尚不许。彭祖取江都一王宠姬，王建所奸闹姬者，甚爱之，生一男，号闹子。彭祖以征和元年薨，是敬肃王。彭祖薨时，闹姬兄为汉患者，上诏问
闹子何如？对曰：为人多欲。上曰：多欲不宜君国子民。问吴使侯昌曰：吾就无欲。上曰：如是可以。遣使者立昌，是谓请王。十九年薨，子怀王尊嗣。五年薨，无子，爵二岁。宣帝立尊帝高，是谓哀王。数月薨，子贡王充嗣。五十六年薨，子隐嗣。王莽时爵。初，武帝复以亲亲故，立敬肃王小子衍为平干王，是谓请王。十一年薨，子谬。王元嗣。二十五年薨，大鸿胪禹奏，元前以任贼杀奴婢，子南杀业者，为刺史所举奏，罪名明白，并先令，令能为乐奴婢从此。破邪自杀者凡十六人，暴虐不道，故春秋之意，诸君之子不宜立。元虽未服诸，不宜立嗣，奏可，国除。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立。武帝初即位，大臣成吴、楚七国行事，议者多冤晁错之策，皆以诸侯连城数十，太强，欲稍侵削，数奏报其过程。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，先帝所以广封连城，犬牙相错者，为磐石宗也。今或无罪，为臣下所侵辱，有司吹毛求疵，施服其臣，使正其君，多自以亲冤。建元三年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来朝，天子置酒，胜闻乐声而泣，问其故，胜对曰：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息，思者不可为叹息，故高见离积住一水之上，荆轲为之低而不食，雍门子亦微吟，孟尝君为之于意。今臣心结日久，每闻幼鸟之声，不知涕泣之横极也。夫众许飘山，巨文成雷，朋党执虎，食夫饶锥，是以文王居于有礼，孔子恶于臣。蔡，此乃征戍之风成，曾几之生害也。臣身缘于寡，莫谓之先。众口铄金，积毁削骨，从轻折轴，与何非肉，分精缝罗，潸然出涕。臣闻白日晒光，幽隐接照，明月耀夜，闻蒙削剑，然云蒸裂布，踏明昼昏，尘埃不复。寐不见泰山，何则？物有必之也。今臣庸恶不得闻，谗言之徒风声，道辽路远，曾莫为臣闻，臣妾自卑也。臣闻涉溪不贯，污鼠不熏，何则？所托者然也。臣虽薄也，得蒙肺腑，未虽卑也，得为东藩，属右称兄。今群臣非有家，福之亲，鸿毛之众，群居党义，朋友相为，使夫宗室并阙，骨肉兵士，思伯其所以流离，比干所以横分也。诗云：我心忧伤，逆焉如倒，假寐咏叹，唯忧用老，心之忧矣。趁如己手，臣之位也，俱以力所亲闻。于世上乃后诸侯之礼，省有司所奏诸侯事，加亲亲之恩焉。其后更用主父眼谋，令诸侯以私恩自列地分其子弟，而汉为定制封号，折别属汉郡。汉有厚恩，而诸侯弟稍自分析若小云。盛为人乐酒号内，有子百二十余人，常与赵王朋。祖相妃曰：兄为王，专待吏治事。王者当日听音乐，欲声色。赵王亦曰：中山王但奢淫，不佐天子抚寻百姓，何以称为藩臣？四十二年薨，子哀王昌嗣。一年薨，
子康王昆池寺，21年薨。子景王府寺，4年薨。子献王福寺，17年薨。子怀王寻寺，15年薨。五子，爵45岁。成帝弘嘉二年，复立献王帝孙立乡侯子云客，是为广德夷王。二年薨。五子，爵14岁。哀帝复立云客帝广汉为广平王。薨。吴后，平帝元始二年，复立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。奉靖王后，王莽时爵，长沙定王发母唐姬，故成姬侍者，景帝召成姬，成姬有所避，不愿进，而是侍者唐二使夜进，上罪不知，以为成姬而信之，遂有身，以乃绝非成姬也。即生子，因名曰发，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以其母威无宠，故王卑失平国。28年薨。子代王雍嗣，27年薨。子请王复居嗣，17年薨。子腊王建德嗣，宣帝时作列纵火凡民96家，杀二人，又以县官事院内史，叫人诬告以弃市罪，削八县，罢中，为官。34年薨。子阳王旦嗣，二年薨。五子，爵岁于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帝宗，是为孝王。五年薨。子鲁入嗣，王莽时爵，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，13年薨。子妙王其嗣，44年薨。初，其有幸臣成惧，以而有罪，欲诛惧，惧王，其因擒其宗族，惧怨王，乃上书告其与同产奸。事后，其数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，又告中尉蔡彭祖卜子明，骂曰：“吾尽如种矣，有私暗厌，不如王言，何其诬枉，大不敬，请细致。”其恐上书怨语，广川勇士奋击匈奴，上许之，未发，并薨。有司请除国，奏可。后数月，下诏曰：“广川惠王于朕为兄，朕不忍绝其宗庙。其以惠王孙去为广川王，去即谬王其太子也。”师受益，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皆通，好文辞，方济博弈，昌幽。其殿门有澄庆画，短衣大裤常见，去好之，作7尺5寸见，被服皆笑焉。有幸击王昭平，王帝于许以为后，去长吉。激阳城昭信事事甚谨，更爱之，去与帝于戏，得袖中刀，师问状，伏欲与昭平共杀昭信。师问昭平，不服，以铁针针之，强服，乃会诛击，去以剑自击帝于，令昭信击昭平，皆死。昭信曰：“两击毙且谢口，复绞杀从毙三人。”后昭信病，梦见昭平等以状告去，去曰：“汝乃复剑为我，独可翻烧耳。”绝出师，皆烧为灰。后去立昭信为后，信击陶望清为修米夫人，主曾伯、崔修成为明真夫人，主永相。昭信复赠望清曰：“与我无礼，衣服常先于我，进取善增盖诸公人。”去曰：“若恕恶望清，不能减我爱，设闻其淫，我哼之矣。”后昭信谓去曰：“前化公化望清舍，望清坦息复粉其棒，又数出入南户窥狼吏，已有奸。”去曰：“善思之，以故意不爱望清。”后与昭信等饮，诸姬皆是。去为望清作歌曰：“被尊章，调以乎谋屈其，岂自觉？行周流，
字生焕，亮非望，金谁愿，使美人相和歌之。去曰：世中当有自知者。昭信之去以怒，及屋檐望清立指廊立卧处，具知其主名。又言郎中令锦被，已有间，去即与昭信从朱姬至望清所，裸其身，更击之，令朱姬各持烧铁供着望清。望清走，自投井死。昭信出之，着意其阴中，割其鼻唇，断其舌。谓去曰：前杀昭平，反来为我，今欲糜烂望清，使不能神，与去共之解，至大祸中。取陶灰毒药并煮之，召诸姬皆临关，连日夜米尽，复共杀其女帝都。后去数召姬荣爱于饮，昭信复赠之曰：荣姬是瞻，意态不善，已有私，时爱为去赐方领袖，去取烧之，爱恐，自投井，出之未死。师问爱，自污于衣间，去复细注，烧刀灼溃两目，生割两骨，削铅贯其口中，爱死，知解矣，即埋之。诸姓于去者，昭信折赠杀之，凡十四人，皆埋太后所居长寿宫中。宫人谓之，莫敢负侮。昭信欲善爱，曰：王使明真夫人主诸姬，一乱难尽，请避诸姬舍门，无令出敖，使其大婢为仆射。主永相尽封闭诸舍，上月余后，非大至九兆，不得见。去怜之，谓作歌曰：愁莫愁，居无亲，心重节，意不舒，内服欲，忧哀饥，上不见天，生何意？日摧颓，时不在，怨气屈，死无悔。令昭信生骨为节，以教诸姬歌之。歌罢折归永相封门，独昭信兄子初为成华夫人，得朝夕见。昭信与去从时于奴伯饮游敖。初，去年十四五，是师授意，师数见证去，去意大，逐之。内实情以为怨，师数令内使尽切王家，去使奴杀师父子，不发觉。后去数至酒，令唱牌裸戏座中以为乐，向羌和戏唱，拦入殿门，奏状。事下考案，唱词本为王教修米夫人望清帝都歌舞，使者赵望清都去对皆淫乱自杀，会赦不至。望清前哼主即取他死人与都死，并复其母。母曰：都是望清非也，数号哭求死。昭信令奴杀之，奴得慈服。本始三年，乡内使奏状，据言赦前所犯。天子遣大鸿胪、丞相长史、御史丞、廷尉正杂志巨鹿赵玉奏请逮捕去后昭信。至曰：王后昭信，诸姬奴婢政者皆下狱，慈服。有司复请诸王。至曰：与列侯，中二千担，二千担，博士义。义者皆以为去被虐。听后昭信谗言，凡烧亨主，生割波人，据师之见，杀其父子，凡杀无辜十六人，致一家母子三人，逆节绝礼，其十五人在赦前，大恶仍重，当服显禄以示众。至曰：朕不忍治王于法，亦其罚。有司请废物王，与妻子喜上庸，奏可。与汤沐一百户去道自杀。昭信弃世，历二十二年，国除。后四岁，宣帝帝节四年，复立去兄文，是为代王。文肃正直，数见王去，故上立焉。二年薨，子海洋嗣。十五年，
作画屋为男女裸交接，置酒请诸父姊妹矣。另仰视画，又海洋女帝为人妻，儿时与姓陈间，又与从地条等谋杀一家三人，以杀。甘露四年作废，徙房陵，国除。后十五年，平帝元十二年，复立代王帝襄，低侯子欲为广德王，奉惠王后。二年薨，子赤嗣，王莽时爵。胶东康王继以孝景中二年立。二十八年薨，淮南王谋反时，继微闻其事，私作兵车卒使，战守备，被淮南之起，即立至淮南市，辞出之。继于上罪亲，亦自伤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。于是上闻继有长子贤，母无宠，少子庆，母爱幸，继常欲立之，为非次，因有过，遂无所言。上怜之，立贤为胶东王，奉康王嗣，而封庆为陆安王。王固衡山帝，胶东王贤历十五年薨，是为哀王。子代王通平，四二十四年薨，子请王殷嗣，五十四年薨，子贡王寿嗣，十四年薨，子殷嗣，王莽时爵。陆安贡王庆历三十八年薨，子夷王陆嗣，十年薨，子妙王定嗣，二十二年薨，子请王光嗣，二十七年薨，子玉嗣，王莽时爵。清河哀王成以孝景中三年立，十二年薨，无子，国除。长山县王顺以孝景中五年立，顺帝少子，交淫，数犯禁，上长宽之，三十一年薨，子伯嗣为王。初，献王有不爱姬生长难捉，捉以母无宠故，亦不得幸于王。王后修生太子伯，王内多，所幸姬生子平，子商。王后悉得幸，即献王极甚，诸幸姬氏病，王后以杜茂不常在，折归舍，依进药，太子伯不自尝药，又不速留侍疾，即王薨。王后太子乃至，献王雅不以捉为子数，不分与财物，狼或说太子、王后令分捉财，皆不听，太子戴笠，又不收续捉，捉怨王后及太子。汉使者视献王丧，捉自言献王病时，王后太子不适，即薨。六日出社，太子伯思间饮酒，伯戏击筑，与女子在池，还城过世，入狱侍囚。天子遣大行迁宴问，待诸政者，王又逆之，力求补。伯使人至击吃掠，善出汉所遗求，有司请诸伯及献王后修，上曰：修素无行，使捉献之罪，伯无良师父，不忍治诸。有司请废物王，喜王伯以家属处房陵，上许之。伯王数月，废，国除。月余，天子为罪亲，赵有司曰：长山献王早夭，后妾不和，是灭乌争，献于不义以灭国，朕甚悯焉。其封献王子平三万户，为真定王；子商三万户，为泗水王。请王平历二十五年薨，子烈王衍嗣十八年薨，子孝王申嗣三十三年薨，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，子贡王普嗣十五年薨，子杨嗣，王莽时爵。泗水司王商历十二年薨，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，无子。于是武帝怜泗水王爵，复立安世帝贺，是为代王，历二十二年薨。有一父子元，向内史不以闻，太后上书
昭帝悯之，比乡内使罪。立元，是为秦王。立39年薨，子立王俊嗣。31年薨，子敬嗣。王莽时爵，赞曰：“昔鲁哀公有言，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常于妇人之手，未尝之忧，未尝之惧，信哉斯言也。虽欲不危亡，不可得矣。是故古人以晏安为鸩毒，王德而富贵，谓之不幸。汉兴，至于孝平，诸侯王以百数，率多骄淫失道，何则？臣逆放自之中，居士使然也。自凡人游戏于习俗，而况哀公之伦乎？夫为大雅，卓尔不群，何兼献王尽之矣？”